指教指教啊。安尼都陈庄吼，讲讲安尼黄主持人吼，哎呀，你各位朋友，哎，他这个做，他这个好，吼，还没还你安尼各位恶事吼，他这个做吼，啊，你们请翻译啊吼，这就呛到安尼个陈团长吼，啊，都安尼了是无，今边风吼确实有较大吼，啊，甲大作来看吼，连安尼舞台吼，咩唔敢心跳过啦吼，因为吼最近风吼，因为了安尼。啊，唔讲咧，平常咧，特色园咧，都是生嘅生嘅开始哦，风有起风嘅啦吼。啊，我哋啊，啊，他咁样定，啊，就客家师傅叫好啲啊，开路管咧，平常吼，也起火嘅，哦，天气不开热啦吼。啊，然后讲，啊，希望安好嘅蔬菜，吼，再分开一家，哦，了解到诶，客家嘅闽海客家就特色，哦，还摆诶，定可以认识吼。你不得出战吼，不是非常的精彩。好，我想讲，今边宝贵时间啦吼，因为前日报个呀，吼上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吼，很多表演团体无法度来外出来做表演，啊，故受失踪吼，拢啊就各种的想讲，到下半年，咱就发生一个纾困的方案，吼，不然就是表演团体来多人都各地方的合作来作战，好的表演，哦，希望讲，拢咱就客家好的音乐。好嘅表演，带本了嘅各位乡亲来啊欣赏，想讲，等下吼，跟我是，他个甲谈吼，提着书嘅跟民族歌谣部分又挺精彩嘅吼，相信吼，后背沙田嘅表演还那精彩，好又本他一家好好来欣赏哈，好什么他一家，好也祝福俺的金边发都也蛮成功，好什么他一家，好什么。安子先，好，新闻阿弟用口罩啊，特别过来让阿弟来指导了哈。用口罩都是全部非常的失望啊，非常的失望啊。为阿弟啊客家哈，非常的打拼啊，非常的打拼，为我们客家哈非常的打拼啊。在这里非常感谢我们的杨科长莅临我们的现场来给我们指导。好，来第二首歌交给我们的主持人。杨科长哈，杨科长讲的是开六凤的哈，也团长讲的是开凤啦，我来讲的就是开六的爱表演，所以来讲的开六的凤，来讲的是无穷的誓言啦哈，去开六的哈。好，继续。继续来舒坦的是台北广播团，继续为大家带来客家歌曲很多顺服歌，送上来欢迎家的演出咯。
有爱来为大家演唱一首客家的童话恋曲，是由团长桂芳老师所作词作曲的客家歌曲哈。我们欢迎阿胜，还有玉瑜。啊？我看要一起上来吧，因为胜是在这里，好吗？好。国芳老师呢？他除了带我们大华国乐团太白鬼牛团之外呢，哈，佮是佮亚洲当道的作品出来哈，所以等下今日唱的三首用唱的歌曲呢，就会国芳老师创作的歌曲哈。那么《童话恋曲》呢，是国芳老师创作的流行歌曲哈，里面的意境非常的优美。等一下我们大家来欣赏看看，旁边的竹笛是阿胜王胜士先生，还有王玉瑜柳琴哈，为我们来担任演奏。好的哦，琵琶王玉，好，可以了，我们开始了。杨老师哈，还有我们的乐团，我们的乐团主唱，我们的演唱就由我们的黄玉荣黄小姐，她在
传播公司都有很多的歌谣都是他来主唱的哈。特别各位报告，为了要我们提倡我们客家，为了要提倡我们客家，我们尽量的把传统的做了前世是让阿里黑大传统哈，包括阿里你要做动作创新的东西哈，做很多创新的东西哈。尤其我鼓励我们所有的团队，二十几年来的团队，来自己来创作自己的歌曲，像我们的彭大哥，那就创作一首老夫款信天了哈，老夫款信天。啊，你的 YouTube 地位哈 ，YouTube 地位，俺这都用动作，啊，你的创作歌曲啊哈，啊，你的用心上哈，用心上面创作群众，啊，你的很大的创作的歌曲，俺也有创作了哈。希望啊，你能够传承一种你身边做很多年来，我希望啊，你所有的团员了哈，放啊，你创新创作的方向哈，要往这个创新创作的方向来往后面来推进我们的客家。好，谢谢。接下来我们主持人稍后来宾听下介绍，系听法过我文创团所表演嘅客家手跳足球。好了，我们准备哦。Thank you.
轮到你们跳舞了，舞蹈班请准备。叫小河流，也是中央幼儿园桃园客家语文桃园的国乐文唱团继续为我们演出。桃园太法国唱桃园太法国乐文唱团继续为我们演出哈，小河流。那么舞蹈班，我们准备好吗？准备，下一首是你们的节目。